别了也有一哇哦哎 so embarrassing 呀、yeah, 又是你们啊，我呢是很喜欢在我的屋子外面呢种一些花花草草的，因为这样子呢是可以绿化环境吗？我是一个很有公德心的人的，我是不会随便呢在我的屋子外面呢摆一些杂物然后挡住别人的去路。 Excuse me auntie。衰鬼了你，连安迪都要开个会。你打算一辈子靠父母、靠弟妹吗？我只是要把阿珍来，我可以不要结婚，我可以不要申请屋子，我可以天天吃泡面，我可以走路不要搭巴士，可是我不可以不要帮阿珍。钱没有了，我可以再赚。可是阿珍没有钱，她很可怜。她就是因为没有钱，她才会做这种事情的。她没有钱，她很可怜，你们知道吗？她没有钱，她真的很可怜，你们知道吗？俊，你熬的什么发誓？怎么这么快啊？娜娜，你的家，你开门。为什么是我？我是唯一的女生呢。你们去开了。是不是你的家？嗯。那你去开。我陪你，快快，一起去，一起去。